老师每一次会问学员们上星期度了多少人，请问怎么样才算度了哪位有缘人呢？有人说哪个那个人要读完超意识密码的书就算度了。夸胡，如果是这样，怎么可能那么一个星期后就知道已经读了？还是那个人一定要继续上基因会？还是那个人一定要继续上网络共修？还是以上全部呢？哇，看选择题。是不是？怎么样才算度了一个人？你至少把他的视野带到超马的氛围来，该有的资料带到他可以理解的这个层面，带着他一层，是不是？领进了门，他领不领这个情，后来有没有，那是个人。个人的造化命运，但是你再这样做，你还会那么执着说，我拉到他是拉到看了书，还是上精英会，还是上了网络共修，是哪一个层级？我跟你讲，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只要有机会，我们希望他好，还可以更好，所以只要有可能性的，我们都会提醒他，可能的课程，是不是？可能的聚会，可能，那就没有什么好说在哪里画个句点。我们一直在现在进行时。那你说你会不会记得这个人？会不会跟他打电话还是怎么样？那就是你的智慧，以及你和他的交情，就这样的。那能够真的，你真的度了一个人，而且你救那个人，他以前的不幸或怎么样，从此他不再犯。那对。我们每个人而言就觉得很欣慰啊，今生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。像这种事情，你就不会去斤斤计较的说，到底要上精英会，还是要上网络共修，还是读了书才算是度的人？就说被度的那个，他怎么样还算是度？你就有爱有关怀嘛，是不是？经常的在他那边循循善诱，哪怕是他现在都已经，你觉得他已经度进来了，你时常三不五时的跟他做个问好，提醒着他，然后在问候当中，让他感受到我们超马学员的温暖，在德性上应该有加分吧，是不是？所以咯，不怕这个大或小的功德，只怕你有没有心去接受功德，是吧？创造功德，就这样子哦。所以这学员说啊，这问题在。准备问导师很久，只是不好意思开口啊。毕竟有不少学员问过啊，有不少学员问过。我刚刚这样回答，你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举手。好，老师放下。所以下次有人问你，或者是你要主动跟他做解说，会不会做？